There's 104 days of summer vacation, and school comes along just to end it. So the annual problem for our generation is finding a good way to spend it. Like maybe building a rocket or fighting a mummy or climbing up the Eiffel Tower. Discovering something that doesn't exist. Hey! Giving a monkey a shower. Surfing tidal waves, creating nanobots, or locating Frankenstein's brain. Finding a dodo bird, painting a continent, or driving our sister insane.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whole lot of stuff to do before school starts this fall. Hey, Ferb! So stick with us, cause Phineas and Ferb are gonna do it all. So stick with us, cause Phineas and Ferb are gonna do it all.过山车，小福，今天你想干嘛？你说什么？泰瑞，他想做什么？他是个鸭嘴兽，也说不出什么。我一个人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了，而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就是无聊找上门。开学后，人家会问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暑假做了什么。两个月都不用去学校，我们的生活应该像过山车。我说的是真正的过山车，而不是游乐场里那种。无聊透了，要是我能盖过山车。对了，我知道我今天可以做什么了。飞哥，小佛，我要出门拿几样东西，在家别捣乱，知道吗？知道了。我们今天要盖过山车。交给我负责，对吧？你告诉他们我负责了吧？放轻松，没有谁要负责的。可是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呢？比如说，如果人造卫星脱离轨道，然后掉下来砸到我们家呢？如果真那样，那就你负责。Yes， 妈妈刚才说了，家里由我负责。随便你。我会看着你的。现在家里我负责，妈妈已经说了。喂，嘿，史黛西，我现在不能去逛街，我妈刚出门，她还叫我万一有状况得负责一切。哦，你去的话帮我看一下杰罗米在哪吗？就是在厨房先生汉堡店的那个可爱男生。对呀，那天他还一直对着我笑呢，我都快晕了。我去不了，我在看着我弟弟和我继父的儿子，他们没惹麻烦是因为从没被我妈抓到。总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他们被我妈妈人赃俱获。能不能小声点，我正在讲电话呢。啊，家里现在由我负责，这样他们也变不出什么把戏。他们在干什么？你怎么知道？从你家可以看见他们，什么意思？你看得见什么？飞哥，那是什么？你喜欢吗？哦，我要告诉妈妈，等她看到你做的好事，你就倒大霉了。倒霉倒霉倒霉，你就等着吧，倒霉。我们还需要一把汉枪和花生酱。